今天的天气凉快，刚刚割了一车牛鞭草，顺便帮朋友割了三袋。刚刚割的总结都是这种老一点的，就是这种倒伏的，因为这个牛鞭草啊长那么深了之后它就会倒伏，长嫩一点的现在的话用割草机啊割是最是时候。我们这块田是两亩，现在已经差不多割了一半了，这后面的越往后做总结就更好。像这种总结的话扦插也可以，因为它是这种节上面发芽的，这上面长根，你平铺倒在田里面也行。以前我们是整田，就像那个秧田一样，把那个总结裁成一节一节的撒在上面。如果是像这种扦插的话，前三天一定要保证这个土地的水分基本上成活率在90%几。春夏秋冬除了下雪不能种，其他时间都可以种。这个牛鞭草是实心的，这一袋啊估计几十斤，挺重的。